Monterey Park 吃中餐 ABC Cafe。 走。期待，现在去领龙虾。对，去拿龙虾。拿龙虾了。上次龙虾。Yeah. Got this puck. Do you know what it is? Can you hold the camera? It is a glass holder. So puck can wear some glass like that. So cute. Glasses.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谢谢。今天就是能给我回放假，回来要学习。Jumping car, jumping car for Sina's parents. Jumping cart. Come on, Sina, move it. Come on, Sina. What are you doing? Yeah.Awesome! It's working! Yay! Yay! 到阿嬤家了。我再跟你讲，那个油啊，起来吼，我再跟你讲一下，讲。我背起来。嘿啦嘿啦，你看一只啊，较早是唔当啊，互你看，即摆摆一只，我即摆先用，先用一个互你吃。这个有啊，有这。啊，咱都有开的啊。啊，很快。对，行的。你这边来。你看阿妈搞活动。是吗？我改一下。你看，你等这里，你小心我跑过来。系啊，你好，系啊，你好，你坐啊，你。等这里，唔免讲我，我给你搞，你等这里，家己靠你家己，等这。好。对啦。我哋如果是安尼的，我会跑这里啊。莲藕汤，莲藕汤。莲藕粉，它下去弄好吃耶，好吃。白荷啦，白荷它产莲子，哦，好吃，好吃，好吃啊，好家呢。咱家不，咱家这哈，嗯，那有啦哈，好家呢，好家，好家，甜甜。啊那，我放蜂蜜。嗯，好吃。妈妈也在弄饺子啦。你很舒服啊。嗯，我幸福的脸，躺在这边都不跟我讲，在这边做。我一直叫你啊，然后你都不来。不来。自己躺在那里。你以为你是 spaceman 啊？你是 NASA 的训练员吗？这么酷。OK。我去拿电动了。Try， 还有那个 automatic 模式可以帮你用那个消暑。来 Body Market Place 买一些菜。Avocado， 在台湾真的很贵耶，在台湾最在加州最便宜了，是加州产地啊，产地哈。啊，没有，墨西哥，墨西哥，这里离墨西哥最近的一个地方。我们说这一波都很强。耶，爸爸到了，到了，就是庆祝爸爸生日，对不对？对，提前生日。然后我们今天有香槟，我来开一下。好，不用接了哈。等，阿伯嘞，啊等一下。啊，等下，我开放麦啊。嗯，几点哇？对呀。啊，这恁是伫台湾买？无啦，顶刚买的。哎，好了，快点了。好，来呀，开始啦，走啦，三、二、一。
生日快乐！被导演了，屋顶破掉！来来来，好大声啊！我给你给提了，传来一下，提出来再。自主力是无够啦，不过是袂使啦。吃了哈。可以吃了，吃了，虾松，谢谢妈。干杯！干杯！来来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听出来了。庆祝我们回加州了，恭喜恭喜，终于回加州了，回来了，不错哈。我明天做工，明天给去。啊，你到明仔载，明仔去机场。妈妈去收银买起来。妈妈煮好多菜哦。啊，有什么龙虾？特写一下，龙虾 ，oyster。Oyster， 还有鱼，清蒸的鱼，清蒸鱼，还有，回鸡，青菜炒回鸡啊，嗯，还有鸭肉，还有鸭肉，虾松，韭菜花，耶，我们要吃的开动，试一下，好意思，鹅啊，来，下去。真的好吃，对啊，虾松好，庆祝生日！22岁。来，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愿，第三个愿。三个愿哦。三个愿望哦。前面两个要讲出来，最后一个不要讲。让大家身体健康。Jason 跟嘉欣的婚礼顺利圆满。第三个不可以讲出来哦。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喝酒？好了吗？好，吹蜡烛。耶！爸爸很高兴哦。开灯。要女儿女婿一起帮你过生日，你看。耶！吃蛋糕。芋头的蛋糕，欢迎，85度C 的蛋糕没有吃过，准备切蛋糕，切错边了吗？切蛋糕，来，哦，真的要谢谢，谢谢，生日快乐，就是你要去洗手，生日快乐，吃蛋糕，我今晚奇异果爱吃啊，他都好高哦。奇异果你吃啦，奇异果。草莓蛮帅的，草莓。大概买的有机的那个番茄蛋糕。好，开动了，开动。布丁芋头的。嗯，我们那边就老不知道是什么。好吃哦。嗯。不会太甜。好吃。不甜，所以你可以吃。我也感觉啊。嗯，那你真是。芋头布丁蛋糕。再多找一点。对啊，我们主要半夜12点才来的，很高兴的吗？真的好吃。那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没喝太远。好吃。生日快乐！好吃吗？很久没吃甜的。还供给啊？满意啊！谢谢谁？谢谢女婿跟女儿。
真珠无食就甜。对啊，就欢喜的。有没有喝一点点酒，能吃到甜的？解禁一天。我本来对第一点就开始解禁了。只有今天吗？对啊。你就确定你每年你的生日，你就是可以解禁一天？太严了吧，要不然你就跟重大节日一样啊，可以请假的节日你都可以解禁一天，只要见到我就可以解禁一天。哎，你还是回来耶，他每天爱找我。吃饱饭来散步散步散步，可以摸摸的散步散步。加入，开始走，开始走。哎、欸、啊，恁哈尼找工，恁的鸟鼠啊？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ideo. JS Adventure is a snippet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ravel.谢谢收看我们的频道 JS Adventure 记录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旅游记事。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if you haven't. See you guys next time. 下集见，拜拜。